Hello，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硕轩啊，我是软妹。我们今天什么也不是啊，因为今天原本想拍一期那个炒酸奶鸡啊，对，炒酸奶鸡。但是准备拍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那玩意要放到冰箱里面冻8个小时了，出大问题了。那没办法，临时补一期啊，临时追一期啊。记得之前啊，软妹刚来的时候啊，请她吃了一顿蟹肉堡啊。对，蟹肉堡。那时候好多店没开门啊，只能吃那种比较垃圾的，山寨，山寨，山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期待一轮这个胖哥俩蟹肉堡啊，他开门了。对，胖哥俩嘛，我们俩也是胖哥俩啊，不是，只有你是胖哥啊，你不也快乐吗？废话少说啊，我直接点了一份大的，今天我们再次放肆的吃一波啊，放肆的来爽一下啊。我的天，我点的是这个招牌肉蟹堡，加了个紫排啊，紫排加了份虾，对，一共花了235啊。哇，真的是这个满满的一大碗啊，看到没有这个袋子啊，这次是真正的胖哥俩啊， Fat Brother 是吧？Fat Brother， 哇，老规矩啊，咱整上两瓶小酒啊，小酒。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生日快乐！干杯！干杯！OK， 赶紧来试一试啊，太馋了。这个蟹就是蟹壳啊，这个都一样的，但是它里面还有一点点这个小肉，可以尝试清理。看看那个虾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饱满啊，上次吃的那什么玩意儿啊，冰冻虾，虾干。对，这个就非常的饱满，感觉就像活的一样。来，爬进我嘴里来，这肉真的多，这鸡爪绝了，跟老奶奶嘴里嗦出来的一样。你为什么夹我这边呢？有没有礼貌啊？礼貌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啊，在桌上吃饭，你夹就夹你自己这边的，你不要跨过去夹边的，这样不礼貌啊。懂的小伙伴把礼貌打到这个公屏上。懂的小伙伴不应该把懂打在公屏上吗？懂的小伙伴把懂礼貌啊打在公屏上啊。你试一下，它这个虾的这个头里面还有黄呢。可是这虾都在你那儿。你转一下吧，转一下吧，转一下吧，傻卵。然后这个是啊，它里面的这个紫排啊。紫排就是小排骨嘛，对吧？紫就是小的意思啊，紫啊，这个好爽啊！这个紫就是小的意思，那紫曾经约过你？这小子曾经约过嘛？说到这个汤啊，它这个汤真的是非常的鲜，然后它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你知道吧？进到它里面这个配菜啊，这个年糕啊，这个土豆啊，都非常的好吃啊，非常的好吃。拿这个汤去泡饭，我能吃3碗。但是因为我们减肥是不吃饭啊。对，我觉得它的优点就在于啊，食材肯定是比较新鲜的，比较好的，比较好上乘的，上乘的。对，我也来就个蟹啊，看到肉还是很多的，肉还是很多的。然后其实里面最最最最好吃的还是个鸡爪。所谓灵魂啊，灵魂就是个鸡爪，所以我加了两份嘛。它本来里面有一份，我还加了一份啊。不行，我喝个汤，绝了这汤。要不这样，我吃肉你喝汤好吧？那你保证你口水不进去。我的口水你又不嫌弃。乖乖。大虾啊，大虾，我的，这大虾比我脸都大，比我脸都大。哎，陈小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不是这个孙，我还没看见呢。这个孙悟空啊，他在高老庄的时候，对吧？遇上了猪八戒啊，知道他是个猪妖啊。第一次这个孙悟空知道这个猪八戒的猪妖哎喜欢嫦娥仙子的时候，他说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呆子，你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不是，那什么？他说啊，神魔恋。哦，神魔是吧？对，魔令是吧？真的有个人啊，真的有个人。还有第二轮的啊，还有。但这个孙悟空啊，他又遇上了白骨精啊，第一次遇上啊，第一次遇上白骨精的时候啊，这个孙悟空跟白骨精说了什么？就这，吃俺老孙一棒！
啊，不是不是这玩意儿啊，不是这玩意儿啊。他啊，孙悟空啊，第一次遇上白骨精啊，他跟白骨精说的啊是哎，对，这么这么这么，这牛逼牛逼牛逼！有够冷的，有够冷的。哇，这鸡爪真的好嫩啊！就像在跟女孩子啵啵嘴一样。你不会这个女孩子啵过嘴吧？那啊，这没有。那你说个屁呀！那我也来啵一个。啊！OK 啊，唯一，我们已经吃了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这次这个肉蟹堡啊，是真不错呀，是真不错呀，是真地道呀，真地道。比上次那个300块钱的真的好多了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那这次这个肉蟹堡多少钱？235嘛，不是说好 AA 的吗？不剩九粒，不剩九粒，我先睡了，不剩九粒，别装了，你就一瓶的量，你再不起来，我要做人工呼吸了啊！好的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啊！小伙伴一定要记得点赞、点赞、三连、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啊！拜。